电脑、手机屏幕前的上海网友和观众，大家好！现在是上海时间2019年1月24日，我从纽约向大家播报今天时事评论，我是主持人何安全。那么我们现在重点来谈谈澳洲籍华人杨恒军北京失踪一案。杨恒军于本月18日回国时失踪，现在已经证实呢，被中共的国安在广州拘捕后押送到北京，一时间呢，惹得网友议论纷纷。来自网友的最新消息是，杨恒军已经证实被北京国安拘捕，罪名是间谍罪。出乎大家意料吧？间谍罪，其妻子袁小亮已经聘请了律师。杨恒军一案有几个看点啊？第一个看点就是杨恒军的妻子是谁？以前大家在网上面也看到有人质疑啊，有人问这个杨恒军：“哎，你妻子是谁啊？你妻子是不是那个叫冉香的五毛啊？”那么惹得杨恒军很恼火啊，但是呢，他不会证实说是或者说不是啊，他不会这样回答。但是呢，这件事情杨恒军的失踪案发生以后呢，他妻子是否是这个网名叫冉香的这个五毛呢，已经被证实了是。根据报道和网友的指认呢，这个杨恒军的妻子叫袁瑞娟，网名袁小亮，曾经以冉香的名号在中国大陆互联网纵横江湖，见人砍人，见神杀神，是著名的五毛。这一点呢，也是很多网友议论纷纷的原因。第二个看点是杨恒军本人，他本人呢，作为前中国的国安部官员，离职后呢，又活跃于中国大陆互联网，宣扬民主思想，并由此获得了民主小贩的美名。那么，民主小贩和著名的五毛相结合，这个情况，这个事情，不令人好奇是不可能的，不让人议论也是不可能的，不引人联想更是不可能的。当然，当事人有当事人的婚姻自由，网民呢，有网民的议论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不对？互联网嘛，围观啊，网民围观议论是两个颠簸不破的主旋律。那么，杨恒军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从中共的前国安部的官员，到民主小贩，再到现在被指控为间谍，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身份和变换的这个背后啊，杨恒军到底在这个海外名媛圈，或者说在体制外这个异议人士当中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正是网友最关心的问题。那么综合来看，围绕着杨案的失踪到被拘捕，再到间谍罪，网友最关心的呢，其实是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杨七啊，袁小亮的五毛经历，对这个民族小贩与五毛，著名五毛的结合，啊，网友觉得非常奇怪。第二个呢，是杨恒军自己的这个身份，前中共的官员，曾经在五年之前，听说在五年之前，就是2014年，他受邀参加中共的国庆招待会，与习近平等中共的领导人共聚一堂。根据这些信息呢，某些网友觉得，哎，杨恒军的身份可疑啊，可疑。那么第三个呢，你如果杨如果真的是间谍，那会是哪家的间谍？还有，杨恒军这次呢为何失手？啊，有网友指出，也是在这个2011年啊，杨也曾
短暂的这个被中共这个当局啊，核查，就是消失了很短时间，最后呢全身而退。那么这只羊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实时评论呢来做一下重点的分析。我分析有三个方面的可能性啊。第一个可能性，这个杨红军本人这个判断失误；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就是在他回国的这一刹那，这一天或者2天里面啊，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三个可能性呢，就是对方中共方面已经设置了陷阱，那么杨红军浑然不知，那么就掉落了陷阱我们先谈谈第一个判断失误。相信杨恒俊他呢一定事先做了风险评估，根据相似的其他人的经历，比如说其他人有人刚刚回国啊，也安全的回来，这个人呢可能是也曾经在海外的互联网上面或者各种会议上面发表这个反对共产党的这个言论和文章。那么还有呢，杨恒军根据他自己的在国内各些某些部门的一些人际关系，他得到的这个资讯，这些资讯呢，信息呢汇总过来，都证明他回去是没问题的，所以呢，他就是觉得啊，过分乐观啊，那么对这个最近这几天啊，就是中共发生这个中共内部的形势变化呢，他缺乏一个敏感度啊，没有察觉到这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他的这个失手啊，被这个中共逮捕，他没感觉到。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呢，他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特色，那么什么呢？就是资讯不共享，资讯不共享。比如说这个北京国安和上海国安的这个资讯不共享，那么他们各自为政，所以呢。这个一旦的这个杨恒俊呢被某一个部门盯上，啊列入这个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这个黑名单，但是呢，这个杨恒俊又不可能他每一个部门啊这个黑名单都能搞到手，所以呢，就会发生这个情况，进去以后啊，被这个部门盯上了，就把他逮捕了啊，这是一个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我刚才说就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中共在外部吃紧的情况下，它的内斗呢越是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一旦这个外部形势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对中共不利的时候呢，他党内的其他这个势力呢都会怪罪于这个最高领导人啊，都是你做的决策这个失误。比如说。在毛泽东时期，毛泽东在发动这个大跃进啊的时候呢，造成了这个3年的这个人吃人啊，饿死了4000万人的这个悲剧。那么，中共的其他领导人，比如说第二把手呢，刘少奇、邓小平一系列人呢，就是对毛泽东这个决策失误呢，进行了一个间接的，或者说这个。非直接的一个指责，那毛泽东呢就觉得啊，我如果犯了错误啊，你们对我的这个地位就产生了威胁，所以呢，毛泽东在5年之后，在1966年就发动了这个文革，以文革的形式呢，把威胁他这个地位的这个刘少奇、邓小平全部打倒，啊，就以绝后患。那么现在这个中共的形势呢，也是在外面吃紧，什么，比如说啊，美国。领导了带领了盟国西方盟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那么还有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科技企业啊，领头羊中兴和这个华为，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了禁止采购啊，华为的这个产品，这个很多国家政府都做出了这个这样的决定，那么势必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呢，这么。这一种结果呢，可能会中共的其他的势力的代表人物会认为这是你习近平这7年里面这个一个冒进政策的这个结果啊，你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才会招致这个美国联合西方对你中国啊
进行打击。那么他们可能会怪罪掉习近平身上。那么习近平作为反击呢，他的地位如果受到这个威胁，他作为反击，他就会搞这个、加剧，他就会加剧党内的斗争，他会把他认为对他有威胁的人啊，这个通通打倒，然后去换上自己的人。所以呢，也有可能就是杨恒军在他得到这个，他如果有保护伞，或者有中共内部有人给他提供资讯的话，那么这些人在杨恒军回国的那一刹那，或者这一这个当口上面，如果失事的话，那么杨恒军可能就会有关部门就对杨恒军的这个处理态度。因为他的上面他的老领导失势了，那么这些部门就对杨恒军动手啊，这也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发生情况突变。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掉落陷阱，就是其实对方早已这个布下这个陷阱啊，天罗地网，各种诱饵。比如据说好像听说是杨恒军在最近啊，他这个国内的被封的这个微博啊，这个好像是这账号又重新恢复了啊，他能够又在国内这个在互联网上面发声，还有聚聚人气啊，组群，好像啊，他又可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在国内可以建立一个人脉啊，人气，那么可以在国内又施展拳脚，做一些可能和经济方面有关的事情，那所以呢？中共制造了一系列的假象，让他觉得啊没关系，回去安全的，没问题的。所以呢，这杨恒军就中招了啊，就中计。这次呢就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去，结果被掉落了陷阱啊。那么总之呢，这个空间在压缩，国内翻墙上推特的网友都相继被中共的这个公安局或者是国安核查，要求他们关闭掉推特账号。这一系列情况已经说明了中共在一步步收紧，在压缩网民的在互联网上面获得自由的信息的可能性的空间都在压缩。所以呢，面对这个空间的在压缩，那么那些既宣传民主反对中共独裁，又觉得能啊呼风唤雨啊逍遥快活，能够大陆来去无人自禁的那些人啊，你们要小心了。杨恒俊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最后我们来谈一谈间谍罪。这个北京国安呢给杨恒军按上了间谍的罪名，这个其实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和朋友说起过如果我回到上海被中共抓捕，那么他们最可能的给我的罪名就是间谍罪。那间谍罪这个东西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其他罪名可以安的话，他给他间谍罪，他是还是比较适合的。为什么？因为间谍罪这个没办法证实，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秘密，他可以对外这个罪名啊或者证据都不对外公布。而且呢，这个间谍罪比较适合针对你已经入了外国籍的一个这些人士啊，因为你是外国人啊，你入了外国籍，那么你是国外派到中国来的间谍啊，这样就比较好，容易迫害对方。因为间谍罪的罪名都有可能判处死刑。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杨恒俊，你哪里惹到中共了？当然这些只有杨恒军本人最清楚。比如我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在哪里惹到中共了。比如说我写习中日记啊，我组织这个上海民主党分裂中国啊，要上海独立，这些我都知道我是这些惹到中共了。那么杨恒军哪里惹到中共，只有杨恒军本人知道。当然了，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测，我可以做这样的这个猜测和分析。那杨恒军，他如果只是在网上面写那些文章，大家都看到在网上面都写的那些文章，不至于中共给他给一个安一个间谍罪的罪名吧？我想大家很多网友会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杨恒军惹到中共的原因，这是被北京国安拘捕的原因，应该是一定是另有隐情，不是不简不不只是简单的在网上面发表这些反共言论啊，先宣传这个民主思想的这个文章啊，这么简单。所以呢，网友一直在猜啊，杨恒军是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对不对？有些网友猜这个杨恒军可能是这个大外宣的人啊，是中共特务啊，但是这次抓的正是中共自己啊。当然，另一波这个网友在猜可能是杨恒军这次呢，可能是中共内部斗争的那个内部斗争的这个牺牲品啊，是一派打击另一派。那么，对杨恒军事件、失踪事件这个被中共国安拘捕的事件的这个。评论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如果这两天有后续的，我们会跟进啊，做报道或者做评论啊。谢谢收看，小江总，再会。